来，我看看这个叫《流浪美国》的，这是现实搁美国呗？我怎么还断不了它呢？来，《流浪美国》，《流浪美国》搁哪流浪呢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听到吗？啊，听到了，搁哪流浪呢？听听。我在美国现在。搁美国流浪呢？现在是什么活儿？现在在仓库搬那个重活。我不想，我听你的口音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想嘲讽你，感觉怎么样现在？感觉还挺好的。我来美国很多年了，我来十几年了。来十几年怎么整成给我做买卖赔了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的，是。我要不是赔了以后做互联网，我比你也好不哪儿去，我也赔对对对，我跟你一样。了。不过我跟你的看法有点不同，就是我觉得年轻人的话，如果你做好准备，还是可以来美国拼一拼的。那得走正道去呀，走着去咋拼呢？身份都没有，拿啥拼啊？对对对，我是走正道来的。走正道去上全世界上哪儿闯闯都行。关键是，咱说闯到什么级别算够呢？你在美国待十几年，反正我待15年，你跟我说你的理想状态在美国啥样？我听听。就是我现在，我感觉就是已经是我的理想状态。就是上仓库干个活，每个月够吃够喝，完了少存一点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现在就一月能是，兑上多少？能上7000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是报完税以后就是4000多吧，就大概3万人民币吧。你别折合人民币，你搁哪个城市？搁加州啊？搁哪对儿？对对。我在那个波特兰，在那个县城。波特兰报完税4000还行，还行，能比加州生活成本低点儿。波特兰现在几点？现在早上9点钟，5:28。5:28，有外卖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在仓库里面干嘛？我说有外卖吗？能点着外卖吗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很少点外卖。能找着地方按脚吗？按脚我也没按过脚，在国内的时候按过。你知道啥叫闪送吗？什么闪什么？闪送。闪送，对，猪猪姐，对，我认识猪猪姐。闪送，我不知道什不么是，是闪送。闪送是啥呢？就是好比说你现在你上班了，你媳妇儿搁家，完了你手机落家了，或者是咱说手机落家不行，好比说你那工作证落家了，完了呢你都到公司了，完你媳妇儿帮你叫个人扒一下给你送过去，完贼便宜那种闪送听过对，对，就送东西是吧？听过，听没过搞懂。不好意思，我刚起床，我刚起对床，对，刚不是，洗了个脸。我跟你说，就是我跟你说这意思吧，没别的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国内现在有的东西，国外根本你连听都没听过。我也是回来才知道的，我也就是跟对你呀，装装逼。我第一次听说，我也眼睛瞪老大啊，我也没听过。对呀，没有我来这边十几年了，对我没有我是十几年，我十几年没回去了。我上次回去是2013年吧。那你正好11年没回去了。对对对对，那你我没有，我我是想你说，你不我有是想身份吗？说，有身份，有身份，你啥时候攒够点回来消费消费，感受感受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今年对呀，我已经申请了签证，我就准备回来了。但啊，是，入籍了。没有，我家庭在这边的话，我就不是想回就回嘛，很多东西在这里就没办法一下就回他妈去。没入籍还申请啥签证啊？不拿本就走吗？那我想说的是，从小我记得我父母叫我不要，就是中学的时候不要抽烟，不要喝酒，然后不要干这个，不要干那个。但是，你这样，咱俩聊聊。你在美国待了10多年，你觉得它最好的地方在哪儿？就是你觉得最值得留恋的东西是啥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，我感觉，对，就是来这边赚钱的。赚钱赚？那你这对，么，但是你之问前题干就啥是买卖说，赔如的？我听果。听。干快递嘛，干快递，然后碰到疫情，碰到那个口罩，那个什么，啊啊！你就是干了个快递公司啊，还是啥呀？转运。对对对对对，干快递公啊，司。我来到这里的话，我一开始是干餐馆，然后干了餐馆以后呢，就碰巧那个时候碰巧那个转运啊，啊，对，那个时候其实疫情之前挺火的，19年、二零非年常初那火。是非常火，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的话，就是雄心壮志，就是想的是。对。我还有个口号，
一直叫什么，那你快递公司能赔多少钱？赔个10万8万差不多了。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就说我当时的口号就是一年买车，然后3年买房，然后5年借父母来享福，这样子嘛，对吧？哪个实现了？都实现了，而且都提早了。一年买上车了，5年买上房了。我2个多月我就开上车了，而且是奔驰的。那时候我来了两年。你买那是lease的吗？你是有身份落地的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有身份的。有身份落地就lease的吗？对，我们是搞那种就交2000头款，一月还400多，3年之后还人家，啥也没剩那个，是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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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说的是，就是说我们是那个餐馆嘛，不是很多餐馆，他每个月交那个8万的税，他就可以申请那个厨师嘛。啊。然后我们在我们广东老家那边，就是3000块钱就买了一个英文的厨师证，然后就是等了很久，然后再出来了嘛，对呀。啊，现在然后一出来，你最开始在餐馆做啥呀？一餐馆在做那个。叫什么？洗碗工啊，就是不是洗碗工，不是洗碗。你们等会儿啊！你直播间这些人，你们这些没见识，快还广东人啊！买慢慢的，你识唔识讲白话？我识唔识讲白话？我系冇语啊。但系我哋啊，但是我们是台山人，你知道吗？台山人，你知道吗？先添牙一声，你说一个怎么的？一二三怎么的？三怎么整来着？我忘了牙。没有，我问题是我们也不是说的那个标准的那个台山话，我们也不是说广东人，他是你什么弯弯溜溜的跟那块儿。我是来了2年，我就换了7辆车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是开了一个奇瑞，然后我把它卖掉了，大概有个5000美金这样子，然后我出来，我是专门用来买车的。我第一部车是你要落地有身份，当时lease一辆车，你租个奔驰。对，奔驰我不是租的，我就是探玩，就是在国内的时候，那时候啊，就是2000，那时候还是买个奔驰还是不是很容易的嘛。那你是lease的还是买的嘛？对，我2000多买了一个二手的嘛，1998年的奔驰。然后啊，买上车了，买上车了，买个98年，买个比你大的奔驰。然后第二就是买个台，就是那个什么宝马的X3嘛。哪年的？1932年的X3，感谢私人版。后来买一个那个什么。啊，反正都是几千块钱嘛，我买车就基本上就没有超过万。买几千块钱的车，说白了卖了也赔不了多少，就当一个月花。赔不了多少，赔不了多少。然后就是一看见要修车了，就马上弄一下能坏，就是把它卖出去。就下一任兜底的接那个下一任车主兜底啊。但是基本上我都不坑我们自己人，我都是坑老外。对，你坑完老外，老外收了再卖给我们自己人，其实一回事。我都是在那个什么 Quickrest 上面。对啊，我告诉你，老外你卖给老外，老外收拾以后，完了我们的自己人来到了美国以后啊，感谢早餐不减肥那个大舞台啊，就是老外收拾以后。卖给中国人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中国人刚到那以后不行，不能找华人车行，找老外车行。完最后你那车就进华人手里了。我们这边老乡太多了，你要是这样把自己的名声搞砸了，你在这个地方就很难混下去了，真的。嗯，然后这老乡太多，你一直在那边啊？我一直在那边，我有点后悔，我应该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了。我们在这里太舒服了。你那确实，你那现在房子均价多少？50有吗？我买的时候20来万，现在50来万嘛，就刚好剩一倍嘛。啊，那我买的早，那差不多，我们差不多。地税现在多少了？3呢？我这边我刚好这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免10年地税的。免地税？对，他免地税，他这个他之前就是房地产不景气嘛，他有些地方就是算是。对，但是我们这里治安不怎么好，就是经常附近会有那种 biu 那种东西。对，你成家了吗？就是、相对来说不怎么好，而且的话，我感觉就是我为什么要想着回来，就是这10来年，就是我是肉眼就是感觉到就是在衰落的感觉，对，不行，就好像你要你待10多年根基都在那儿，就不好动。你可以看一下啥，我个人给你建议啊。咱们都是在国外待很久的人了，我给你个建议，你看下一届 President， 你看下一届要还是这几个熟面孔，抓紧走。
待不了。对，我感觉不会有希望的，就是它是体制的问题，都是一样的。嗯，对，他就是我都看清了。你孩子有了吗？我都看清了。啊？孩子有了？孩子有了，对对对。但是我未婚，对。啊？未婚，亲生的啊？怎么？不是，那你这整，你要是个女的，我就不问了。单亲妈妈，怎么还整个单亲爸爸？没有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就是像我小时候就这样，别人再怎么说，你越是这样说，我越是想要出去看看闯一闯。嗯，就总是相信自己，对。但是你付出代价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对的，对的。但是你只能相信自己。到了这一步，我只能相信自己。我跟你讲，我前两年的话，我就是把自己给整抑郁了，我就瘦了几十磅。对，我没有说到抑郁症的程度，但是就是有点、就是、在美国待抑郁了很正常。你在洛杉矶，在洛杉矶都抑郁，你就别说你多啥呀？在洛杉矶的那个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华人的地方，他都该抑郁。那个地方跟美国，你最开始我告诉你，年轻人的时候真能吃得了苦，太寂寞了，真能吃得了苦还行。你寂寞你，我之前前两天说，那大头 K 到现在死哪儿去了？大头 K 到现在都不来了，是吧？那大头 K 上德州去打工去了，挣的刚去的走过去挣比你都多，到时候五六千。憋的天天搁家喝酒，喝的就喝变态了，上我切片号直播间里哇哇哭，一边哭一边骂，我跟我打电话哇哇哭，就都憋疯了都。那个地方，对，挣钱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你做好那个心理准备，能挣一阵儿，时间长了都不行。是，谁也受不了。我刚来的时候，我一个月我干了300多个小时。啊？一个月干了300多个小时，对，干快递，然后就是。就每天的话搬的东西的话就把腰都给扭了，真的。行啊，当时我就当时就是你这4000块钱，我跟你说折合人民币还是多，但是按同等的生活质量来算，就搁国内你比不了，吃的喝你在这边不吃不喝把所有钱都拿回国内花那就还可以，但是在这里的话只能算是我就说嘛，在最底层的那个劳动人民嘛，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真的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说啥呀？哪个人都说做好心理准备。现在出来的人和早些年去的不一样了。早些年是在没有资讯的情况下，摸闭着眼摸黑出去。现在资讯这么开放，天天这么多人出来说，然后说自己做好心理准备了。你说他能做好什么心理准备？真去了以后，面对那一望无垠的大农场。完了，回头那个左邻右舍都不认识的小中餐馆，你搁那挣钱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一模一样的。你一旦你要从来不感觉孤单还行，你这一旦有一天觉得好像没啥意思，这个点儿就会无限的扩大，知道吧？就突然觉得好像没啥意思，哎，真是没啥意思，确实没啥意思，哎，真的是好无聊，无限扩大，一直到整个人就精神状态就变了。这种我在美国其实见的也很多。我建议你抓紧回国溜达一圈玩一圈。没有我。我父母是出来跟我生活在一起的，照顾我的饮食了，对。但是我有两个姐姐，我也给我妈了，我有两个姐姐在国内，他们都不愿意出来，然后我们家里的房子也没买，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，你要出来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，什么把房子卖了，甚至借了一大堆。我把我妈扔洛杉矶了，我回来了，我把我妈扔洛杉矶了，还有我3天狗，啊、嗯，你自己抓紧回国看一下你就知道了，嗯。这种来了以后就是比那个还惨一点，对呀、啊。行了，那就更不用说走着去的，有身份不过如此，没身份，狗逼不是了，那就行了。那我知道了啊，给你、可以露个脸吗？露个脸可以看一眼，我看看看一眼看一眼，看看那个给你看看我现在的状态吗？对，看看出国，看看出国那个十来年是不是乡音未改两鬓斑白？感谢用户西木三买的那个，当然。你长得就很广东啊！我丢，在车库里面健身，车子都停到外面。对啊，我就是暴瘦几十磅，然后我就天天在健身嘛。对，好。我等下又要去搬砖了，所以没办法。好，就是身体永远是革命的本钱嘛。对，好，加油啦！保证一个好身体，啊、这样子才有力气搬砖了，要不然倒是4000块都赚不到了。我丢。对大哥啦，唔该晒。好吧，谢谢你，啊、谢谢你。对唔嗨局了，好，对唔嗨局了，好的，拜拜。好，给，哎，我这怎么控制不了呢？踢了换下一个来。